C 驾驶证，然后今天练习倒车入库。你甭管了，凭感觉我肯定能进去。你那淡定，别说话。哎，怎么抖啊？哦，忘了挂档了。不是，手刹没刹着。行了，走。嗯。哎呀，浑身哆嗦。你别出声，肯定管就行了。你咋管？怎么走呢？你这？我有我的想法。嗯，行，我不说了啊。嗯。有点紧张，再紧张给你怼上墙上。车头，别说话。这车不是开进去，是屁股朝后边啊。我知道。我车位在哪儿呢？你给我摆的。你没看到吗？刚刚。在后边呢，还大后边呢，还在大姐还有石头，还有你闭嘴，大姐还有十多米呢，好不好？我拍你去得了，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别说，我在车里一个机位，在外边一个机位，闭嘴闭嘴，让你看看你到底是那个啥，我肯定能开进去啊。看着后边，哎呀，后边开着要河啊，悬崖可是。闭嘴，不对呀、啊，这跟我预想的路线不太一样啊。等会儿，你告诉我现在摆正了吗？我看一下，它的车位在这儿呢，这一根树枝，这边一个树枝，看你咋倒，继续。一下就紧张了，别紧张，这么多观众看着呢。要说紧张，我其实最紧张。我你拔好了，我拔好了，拔好那个上面那把儿、啊啊。走，我想想啊，这么着、嗯，先往前走。嗯嗯，你别说话就行了。我还是出去得了，行吗？不行，我出去吧，出去吧。行，别说话，肯定能进去的。拧过来，是吧？慢点啊！嗯，慢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我的停车位。对，镜头里这两个树枝就是。哪儿呢？哦，过了。我们教练教我技巧是咋回事？就是看到哪儿往哪儿打。你的多少年之前学的了，你现在还能记得吗？哪管了？我到底应该看哪儿啊？哪管呢？我到底应该看哪儿啊？这是停车位，你把车往前，哎呀，停车位怎么过了？往前走。走。前走，先把车开那边去，是啊，开前面给它顺正，对，往前走。让你停，打大一点，幅度大一点。对，走，好，顺正，走，把方向盘回正，走，继续，往前走，还要走。对，顺正，再走点就行了。行，倒车吧，倒。哎呀，看不见我的车，别说话，
别说话，别说话。你不说话，不说话。哎，怎么不走啊？走呢吗？走呢，走呢。这两个棍儿。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慢点，慢，慢下来才有可能倒进去。等会儿，你别说话。嗯。都到这时候了，我还能进不去吗？干嘛？这是干嘛？我再回正一点啊，往前走一点啊。行。我已经看见他了。嗯。这时候我就是调整，往哪进就行了。对，慢了调，微调，微调，哪边块大往哪边走，再调一点，再调一点。行了。再调点，再调点。还调呢？看两边后视镜，那后视镜。嗯哼。这车不准呢，这。它不是不准，是你确实。行了吧？你自己看看行不行？就下车。对。哎。挂屁刀、哦，手刹，摘了，挂了，摘了是吗？哥，摘了吗？挂上是吧？关机，对。然后再弄一下，行了。你自己下去看，我先下去看。我先下去看看人家。嗯。行了，上面坐着啊。嗯。走。别紧张。哎呀。快吧。就是斜一点。反正是进来了，但是你这边没顺正，车头是斜的，不过也可以。没有，自己下来看看。哎，怎么那个？哦，是这样的。嗯。我还是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。但是我让你把车头进这条线，再倒点合适。上车，我要走了。走。上车，我开车带你去玩。你敢走，我不敢坐呀。